总之，这把金交剪是我入宫之前容易送给我的。原来你的手艺是向他学的。是啊，不过刚才铜丝库看到这把金交剪，为何会如此吃惊呢？你的容姨，她原来叫做钱容，当年与我同是司衣库的秀女，我们俩以前的感情是很好的。真的？没有想到铜丝库跟容姨居然是旧识，还是好姐妹呢。以前我们的感情真的是十分的好，不过算了，都这么多年了，就别再说以前的事了。对了，钱容她最近怎么样啊？容姨的眼睛一向不好，已经很久都没有绣过了。不过铜丝库你放心，这些年来啊，我们御锦绣房的生意可是好得不得了呢。那就好了。对了，你们的绣房开在哪儿啊？改天我找个机会专程去拜访一下他。我们御锦绣房就在京城里啊。秦荣一直都在京城里？这十几年来我竟然一直都不知道。没关系，现在知道也不晚呢。等到我有空的时候，一定带着铜丝库您去找容姨。钱荣有你这个徒弟，真是他的福气。你的手艺是他教的，我相信你的根基一定会非常扎实。这次为皇太后做新袍，你可一定要好好表现啊。铜丝库您请放心，这一次啊，我一定不会给容姨丢脸，也会替咱们司衣库争光的。那就太好了。老天爷真不公平，那个柳寒香先是受到皇太后的青睐，现在又加上铜丝库。你想啊，铜丝库是柳寒香师傅的旧识，我们这次替皇太后做新袍，铜丝库肯定会偏心的。那个柳寒香还没有比就已经占了上风。那可未必，只要有我在，柳寒香他休想得意。哎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寒香，你真厉害啊，竟然不用看绣花图样也能绣得如此漂亮。图本是我自己画的，要绣什么花色和式样都印在我脑子里了，当然不会出错了，这有什么厉害的？你别谦虚了，像我脑子就没法记那么多，非得看图样才会绣。陈竹，与其说你脑子不好使，不如说你心思谨慎，按图制衣，那出错的几率也会很小的。奇怪了，这雪燕是怎么了？竟然称赞起我来了，谁知道呢？好了好了，别聊了，咱们赶紧赶工吧。终于完成了，我这双手啊都快累瘫了。可不是嘛，我的腰都快直不起来了。咱们先回去休息，等改天呀，我好好慰劳慰劳你。你说的，可不能食言哦。知道了。走吧。我们走了，啊，回去早点休息。好，我也想回房睡觉去了。再忍忍，马上就完成了。
场啊。那咱们回去吧。啊。让我来吧，你先回房休息。啊，不用了，春竹，我再秀一会儿，一会儿才轮到你。韩香，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，你看你眼睛都要闭上了，就算你不用看图也能秀，但是你要是眼睛都闭上了，还能看到针线吗？嗯，那好吧，那我先回去休息一会儿，但是我晚点要来跟你换班的。不用了，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。这几天你累坏了，尽管去睡，不要担心。不行，我晚点一定要来跟你换班的。春竹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，赶快去睡吧，就算你来啊，我还是会把你赶回去的。辛苦你了。没事。脚给扭了，疼死了！要不要扶你进去啊？啊，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动不了。那我帮你揉揉好了。好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真疼啊！哎呦喂，哎呦，哎呦，还有这边，你给我揉揉这边也。哎、好。好一点吗？啊，哎呀，这里还是有一点疼，你再帮我揉一下。哦，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忍一下嘛，我再揉揉就好了。哎呀，好好好。歇了，不用再揉了，谢谢你啊。要不要我扶你回去啊？哦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回房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啊，这图怎么好像跟之前的不大一样？
我记性还真差，怎么脑子里记得好像跟图不一样？还好有图可看。春竹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沉了，睡了一整晚，到现在才醒过来，我忘了去跟你换班了，实在是抱歉啊。没关系，我刚不是说了，我都完成了吗？完成了，你看，哇，我都按照你画的图样绣好了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嗯。春竹啊，这牡丹你怎么绣成这样啊？哪里不对吗？我都按照你画的图样绣的呀。可是你绣的这个图案看上去近似牡丹，却更像芍药啊。芍药？怎么会呢？我都跟着图样上的线条一针一针下去绣的呀，怎么会错呢？会不会是你太累了所以看错了呀？不会的，韩香，我是有点累，但我知道事情的重要，所以一针一线看得很清楚。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看错。好了好了，春竹，没关系的。什么没关系？咱们某时就要交一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先别着急啊，反正现在还有时间，只要我稍作修改，就会成为完整的芍药了。来，真不愧是我们司仪库里最有能力的司将，真是绣艺的范本，图样和彩线都搭得四平八稳。简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作品啊。谢童司库夸奖。参见童司库。童司库请过目。好，我看看。雪雁，你的成品比起之前的图样要丰富得多了。是的，那是因为雪雁觉得既然是大喜事嘛，与其留白不如热闹，所以我把整个比例缩小了一点点，加上了一些龙凤。非常不错，不过我只是觉得丰富了，一时还看不出多了些什么东西。原来你运用巧思绣得不着痕迹，这件作品真的是非常特别。多谢童司库夸奖。哎，韩香怎么还没有来呢？啊，我们昨晚完工的时候看见韩香与春竹还在赶工，八成是还没好吧。童司库，童司库，参见李皇储。免礼。童司库，新袍制好了没有？方才海大人已经来催了。还差一件。怎么回事？这事要是有差错，你我可都要掉脑袋的。到底还差谁的？总算完成了，你看。糟了，咱们跟童司库约好某时交衣，现在应该过了时辰了吧？那赶快啊，咱们去把新袍交给童司库吧。韩香，你可来了，新袍做好了吗？已经做好了，请李广楚过目。让我看一下。来不及了，别看了，袍子拿好，快跟我去宁寿宫。是。拜寿，祝皇额娘福如东海，万寿无疆。
来吧，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皇上，哀家不是叮咛过，不要为哀家太铺张了吗？皇额娘，儿臣替您想过了，可这些都是您平常用得着的，一点都不铺张。启禀皇太后，眼前这些是广储司私下六库，奉皇上旨意所准备的寿礼。既然是皇上的一番心意，哀家就收下了吧。除此之外，儿臣还准备了三件新袍，供皇额娘挑选。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阿玛，孩儿有件事情不明。哦，什么事？孩儿知道，芍药向来是宫中的禁忌，但因为从来没有问过，所以不知道其中原因。刚才在大殿上，皇太后一看到芍药就如此害怕，难道？没错，正是因为皇太后的关系，才使得芍药成为宫廷禁花。那是什么缘故呢？阿玛，你说给孩儿听听。这件事情发生在顺治十一年，那个时候皇上刚刚出生。当年皇太后因为原来的皇后被先帝降为静妃，而顺利册封为后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后，从今儿起你就母仪天下了。谢皇上。哎，皇后请起，请上座。今后你们要好好服侍皇后，不得有任何闪失，听见没有？等没多久，董鄂氏入宫，顺治帝一眼就爱上了董鄂妃，先是册封她为贤妃，后又册封她为皇贵妃，甚至想再妃皇后，把董鄂妃扶为正宫。
结果因为朱大臣反对而僵持着。别哭了啊！皇上，快随臣妾回宫去！皇上，快走啊！哎呀，干什么？松开！顺治帝与皇后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冷淡。皇上，当皇后与董鄂妃不断为了后位争宠时，有一次顺治帝从大臣手上收到一幅大臣误以为是牡丹的芍药画中，顺治帝看着画中的芍药，突然想起皇后来，觉得冷落皇后太久而又歉意，毕竟皇后也没有做错什么事，于是便将此画赐给皇后。皇后，你在这儿呢，朕要送你一幅画来。参见皇上。啊，起来起来，都起来。皇后，你看美不美？你看。谢皇上。画得真好啊。皇后得画后非常高兴，太漂亮了。她从顺治帝口中却误认为是牡丹，于是就挂那边吧，就将它挂在了寝宫。有一天，董鄂妃来到皇后寝宫，皇后故意以此牡丹画炫耀，未料董鄂妃却点出画中的花乃是芍药而并非牡丹，并且特别解释，古来牡丹为花中之王，芍药是花中之相，牡丹国色天香是大姐，芍药长得虽然像牡丹却是小妹，这三只蝴蝶可是不吉利的呀，再配上这几朵芍药，这黄黄白白的，哎呀，看到就心酸呢。把这幅画给我拿下来。是。这不就是暗示顺治帝送芍药图给皇后，是要她让位吗？皇后听了相当愤怒，当场就把画轴给撕了。皇上，他们吃的多欢呀。皇上，这个还给你，他跟我说这幅画特别不吉利啊。哼，顺治帝知道后很不高兴。皇上，董鄂妃从此也不断地以芍药来取笑皇后。后来董鄂妃、顺治帝先后辞世，皇太后却始终走不出芍药的阴影。这就是为何皇太后看到芍药会如此害怕的原因。原来如此。那既然芍药是宫中禁忌，那将芍药绣在袍子上，岂不是犯了杀头之罪？只要在宫里待上一段时间，都知道这个禁忌。平时大家是不会提的，但是私底下也会互相叮咛一番。这个缝制袍子的人怎么会这么糊涂呢？就算资历尚浅，也应该跟前辈打个招呼。确实奇怪，新来的秀女难道会是韩香？孩儿，你说什么？啊，阿玛，孩儿突然想起有要紧的事赶去处理。皇上，您看这事儿该不会是那个董鄂妃，因为始终没有夺取皇后之位，因此心生怨恨，阴魂不散，所以派人来讽刺哀家的，是不是皇上？皇额娘，别胡思乱想，您睡一会儿吧，醒来就没事了啊。
好。好好的照顾皇太后，若有差池，朕一定会要了你们的脑袋。是。李广楚和佟四库人呢？启禀皇上，他们几个都还在外面候着呢。你们怎么那么糊涂？不知道芍药的禁忌吗？还敢把这样的袍子呈上来给皇太后？万一皇太后一怒之下有什么闪失的话，你们两个是要掉脑袋的！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谢皇上。李广楚，朕对你一向信任有加，可今日你竟犯如此大忌。奴婢只负责监督，该交代的一样没少，就不知道负责执行的佟四库他出了什么问题。请皇上息怒，奴婢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好好的一个寿宴，只因为一件不该出现的衣裳就毁于一旦，还把太后都气出病来了。这等大事，你一个小小的司库如何担待得了？说，该当何罪？启禀皇上，这件衣服不是佟四库绣的，要怪应该怪那个秀女。好，佟四库，你说那秀女是谁？那个秀女是新来的，她不知道宫中的禁忌，情有可原。这件事是奴婢督导不周，与她无关。皇上，请您尽管降罪于我，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你愿承担，那朕就随了你的心愿。将佟四库押入大牢，明日午时推出午门斩首示众。把他押进大牢。是。这回是凶多吉少，贝勒爷，你说他硬撑什么？老老实实的把那个秀女供出来不就得了吗？李广楚，你知不知道是谁绣的那寿袍？还不就是那个柳寒香吗？真是他，午时斩首。什么？佟四库被押入大牢，明日午时问斩？是啊，他不愿意把你供出来。皇上一怒就诛。柳寒香，都是你害的。佟四库要是有三长两短，一定要拿你赔命。就是啊，就是啊。从头住嘴。寒香才刚入宫，不懂宫中禁忌也是情有可原。现在佟四库斩首在即，你们在这里说这些根本于事无补，还不如想想怎么救佟四库才是要紧的事。咱们又何尝不想救佟四库呢？只是皇上金口已开，谁能让皇上是会成命啊？柳寒香，这是你惹的祸，你自己去承担责任。此事因我而起，应该由我来承担。我这就去找皇上。哎，皇上天性纯孝，就算你苦苦哀求，他也不会动怒的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芍药寿袍触怒到的是皇太后，如果皇太后能够回心转意的话，我现在就去求皇太后。寒香，贝勒爷。秀儿姐，哎，你不是司仪库的那个柳寒香吗？你来这儿做什么呀？对，我今天有要事要禀告皇太后，求你放我们进去吧。是啊，咱们求你了。放肆！皇太后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吗？快回去。不行，今天我们一定要见到皇太后不可。如果你们再不离开，我就叫海大人把你们给抓起来。且慢。参见贝勒爷。免礼。谢贝勒爷。秀儿，寒香是跟我来的，麻烦你进去
帮我通报一声。那秀儿就看在贝勒爷的面上，进去通报一声。谢谢秀儿姐。谁呀？谁要见哀家呀？司衣库秀女。皇太后，您此时感觉如何？哀家的头又晕又疼啊。那就请皇太后好好歇息吧。秀儿，你看到皇太后的情况，千万不能让人进来打扰啊，否则皇上怪罪下来，你我全完了。是。什么？皇太后不见？你有没有跟皇太后说是本贝勒求见的？我说了，但是皇太后身体不舒服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皇太后今日谁都不见，请贝勒爷还是带他们走吧，别再为难我了。韩香，你们还是先回去吧，等明天皇太后身体好一些，我再来陪你求见。不，童司库的性命要紧，这件事缓不得。今天我一定要见到皇太后不可。但是皇太后不见，你在这儿也没有用啊。皇太后如果不肯见我，我就跪在这里，直到她肯见我为止。我要用我的诚心打动皇太后。韩香，别闹了，快起来吧。是啊，咱们回去从长计议吧。你们别管我了。皇太后，秀女柳寒香求见。好，你不走那我也不走，反正这件事我也脱不了干系，我就陪你一起跪吧。哎，郡主啊，你们这样是何苦呢？皇太后不肯见，你们跪在这里也是无济于事啊，快点起来。皇太后，秀女柳寒香求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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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寒香只不过是一名小小的秀女，皇太后怎么可能见她呢？我也是这么认为，可是她就是不听劝。我想过了，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帮上忙了。这，我希望用你的能力对六司库动之以情，集合大家的力量去帮助寒香。贝勒爷，那我们就试试看吧。童司库明日要被斩首的事情，我想你们都知道了吧。光初，我们都知道了。既然知道了，怎么还在这里呢？乌兰，若非童司库对你的提携，你又如何脱颖而出，获选司将之位？桑华，童司库对你悉心教导，难道你忘了吗？还有其他人也是，好好想一想童司库对你们的好。光楚，不是我们不愿帮童司库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该从何帮起啊。你们为何不随寒香和春竹常跪宁寿宫呢？对我来说，童司库是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，可对你们而言却是失去了一位良师。希望你们能放下昔日的嫌隙，以童司库的性命为重，切莫错过良机，事后后悔呀。皇主说得对，咱们大家应该同心协力，求皇太后和皇上网开一面。是啊，咱们绝不能让春竹和寒香那两个罪人抢了风头，咱们司衣库一同去求情，就算老天都会动容的。不止呢，还有司银库、司皮库、司瓷库和司茶库呢。太好了，姐妹们，六库同气连枝，咱们可不能落于人后啊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咱们应全力解救童司库，咱们应全力解救童司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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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救童司库。
韩香，我跪到两脚都麻了，又饿又渴，我快受不了了。撑着点吧，为了童思库，我们得坚持下去。姐，怎么你们都来了？司仪库众秀女求见皇太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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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司仪库众将女求见皇太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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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太后应该听得见吧？大家都已经竭尽全力了，接下来会怎么样？只能看童司库的造化。怎么办啊？外面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令狐所有人都跪在外面要求见皇太后呢。要跪就让他们跪着吧，咱们照顾好皇太后就行了，别理他们。是。Oh,
有这回事？是啊，那些秀女们全都跪在宁寿宫外，而且我还打听过了，那个缝制芍药袍子的就是柳寒香。我看那个柳寒香啊，实在是太不识相，竟然犯了皇太后的禁忌。我看她呀，根本就是存心的。珠儿，随本宫去宁寿宫一趟，我这就去请求皇太后将柳寒香赐死。是。哎，这又不关你的事，你干嘛惹是生非啊？哼。哎。